밤에 제밤마다 돌레 중에 초가 마저 출바 지지 태양 제브라 제도 라바 당내 제바 초계 옌라 냥바 다예 제니 지지 태양 제브라 제도 破别做梦大家了做完周完娘怕我暖别自己各自自了他同德阳大家了兔子养大羊电宗把这把公司随随都是些行囊子周完梦不天了结果了自己 那当当，苦了的，当姐，铁松的，造化的，月月月月造化的，当当，心结当姐，牛的，老男的，羊的，不能做的，长久忍不住，多把酒来敬，月月造化的，绿的。 心间当结了，偏托不来，就是我也心间当结了，偏托不来，就是夜夜心间当结了，偏托不来，就是念梦吧，对着夜三吧，灭亡吧，就是邪当夜三吧，灭亡吧，就是我家当差不多念吧的。 古勒的查巴那念巴，彻底三巴灭亡瓦拉，查巴那念觉，常住的三遍，觉得用所三遍，夜为新年南瓜那念巴，觉得大彻底涅槃，查家千佛，所以我这头发有个南七月七，南七月东阿弥陀。 新年多，七万年；对马银巴，七万年王；七万拉高瓦当，七代当，七三年新多三万当，去年新多三万当，中年七万当，八度七将，七家千百，去年我这托巴来一个，太太困难，新多一个。 대대코나신도교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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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极乐世界，幸福国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月悟教员集。很多弟子问我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因为我已经放弃我很长时间了。其实呢，只要能令别人快乐，那就是我的快乐。
自利利他。利益众生必须从自己开始，先要利益自己，自己有了成就，就已经帮助了一个众生，这样才有把握帮助其他众生。若不好好照顾自己，把自己修好，就想改变世界，不是很实际。如果自己做得好，至少世界上就少一个坏人，少一个不成才的人。所以从自己开始做起很重要。最胜功德，我们要积聚所有良善的功德，避免不如法的行为。那么我们一生做总结的时候，就会获得所有最胜功德。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有善心，结果必然是善的。反之，如果没有善心，外表就算如何装模作样，结果都不可能是善的。
不要记恨。如果有人辱骂你，甚至殴打你，你会耿耿于怀，一直想，一直想，终究怀恨在心，接着身心都失去了安宁。其实这只是苦了自己。你若怀恨，首先受伤的是自己。对所憎恨的人，可能一点都没有影响，结果你自己饱尝记恨后的痛苦，先是睡不好，接着易怒，最后连其他朋友也都远离你。仔细想想，记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生存，一个人没有贪嗔痴还是可以存活，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慈心爱心的话，他将无法生存。算算今天做得好不好，或是今天是否过得有意义，一定要每天都这样去计算。以前的成就者们对自己都很有要求，今天做了多少恶业，多少善业，每天晚上都会算自己的账。我们不要有压力去计算，应该是比较自然地去做，就像在玩游戏一般。这样一方面可以对治自己的烦恼，另一方面也可以天天都有一些进步。
修。如果不实修，只是徒具，佛教徒的虚名，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别人会因而诋毁佛教，这样不好。希望大家皈依后要有正确的观念和态度，就是佛法是要去实修的，就像药是要去吃的，这样才对自己有帮助。净除罪业。我们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千年屋里，只要点上一盏灯，就能够让这个千年的黑暗在刹那间重现光明。无论我们的罪业有多深重，只要能够升起对治恶业的善心，罪业就能被净除。悲心为药。在我们生活当中，慈悲心、爱心和利他的心是最重要的，并以此为基础去展开明辨善恶的智慧，否则就算才智高超，没有悲心利他的基础，就会像现在的科技虽然进步，却制造了很多核子武器，为世界带来